你早，我们环球邮报的539们读者们，大家早安，大家早。我们今天是9月15号，星期五，早上的5:28呢，看太阳已经从东边慢慢出来了。来看看我们的昨天开奖报告。昨天呢，9月14号，我们用1416碰二位，恭喜各位中162位，在这边恭喜各位，今天已经中了第三次的二位这个独资也两次中，一次也中，两次碰个尾数也中，所以你今天必须要给我吃红的钱1000，今天没寄1000块吃红钱的来，很抱歉。我们即不将在那个寄给你了补传给你那请你划拨到邮局也好，好吧？请你划拨到邮局18615906，18615906，环球邮报有限公司你今天要在下午以前把那个1000块的滞红钱全部划拨到18615906来，那我们才给你继续传下去，要不然就当合约终止。